我想寻宝，寻到我女儿就是宝了。再高，再高，再高，再高。寻到我女儿就是宝，好一个宝啊！172公分。宝，大宝。汉堡啊！这是我刚刚。这是我爸爸在这，还好。动作，现在还可以。动作。再来一个，动作。不要再往后了。好，这样好了啦，好吧。好，那你不动，那就算你了。好远，你这样讲，超好的，不要再退了。这样会被我们老公念。为什么？他已经有提醒我。提醒你什么？就是那个啊。 就你拿这一块的时候，要把你拍响一点。对，我真的把谁拍响一点？我啦！哈哈哈哈哈！一定懂吗？几句话呀？全部人都起步了。对，谢谢辣妹。那我们开心，我很enjoy在其中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。 希望这部戏演员大家都可以越来越火，一样。然后已经在进行式，不能讲。越来越啊。然后希望可以再和大家合作。好。然后最后一个就不用讲了吗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讲不出来就大冒。希望可以。大冒险。好，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赶快有发唱片的一天，好不好？哇！ 来来来，我们一起为小西来祈福。好，祈福，祈福，泡在我家，祈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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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祈
现在的孩子们多学学点，一直玩什么 iPad？ 不知道为什么坐上去看到一群东西就想买买。不知道啊，就被谁讲了。啊！好乱，好乱，好乱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不要玩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今天出的是外景主持节目，我是一个黑客，没关系的，我是真的真的这样。张仁豪，在自由的故事，不是臭豆腐，今天来的是在自由的故事。简单说一下这个那个香肠的口感，太多了，就感觉到它用整个山猪肉下去，然后感觉到风猪肉的口感，然后味觉，哎，讲不出来。山猪肉有在跑，那山猪有在跑吗？山猪它自己组了一个乐队一样，有大山猪、小山猪，在那敲击在你嘴巴这样。有，我听到。那个不是弄出来啊，你啊，你明明就是在吃臭豆腐，你哪来的山猪肉的味道？我也不 OK， 小魏的还他的最 OK 啦。大家，我刚刚说大家脱完
安全帽以后的样子都惨不忍睹。快点来拍一下头发，这个最优秀，这个优秀。谁骑五个小时的车，头发拿下来不会有事的？安全帽还好好的，怎么可能？超级赛亚人，我这个。你别笑我，你差不多。住的看你稍微认识起来还 OK 啊。起来啊，这头发真的好好笑。拉弓箭，你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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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拉弓箭笑法是蛮厉害，很帅，跟我不相上。超大弓箭，那你用一个弓箭步用在笑，弓箭步，然后弓箭步大笑，没有。再来，做一次，你做一次。不要这种，喝酒熊弓箭步大笑，不好吃啊，不好吃。哇！哎，你这双棍还有 rock， 风格不一样。有点快抽泣，看到人起，哎，好好笑啊！忍不住很想。对对对，快点看，一二三，看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些 ING 我觉得不是很好看，还是卡掉，怪他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站好，站好。太深，就是对不起，道歉，道歉，道歉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观众朋友呢，今天我们来到嘉西贵宝地，贵宝地是虾米？小木屋五告，啊不是，是马告。我以为你要说五告岁，对，五告岁这个地方真的是五告岁。为什么用五告？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马告生态园区里的小木屋，这里是我们身后就是他们其中一个。这些生态园区实在是讲哦，这些环境足清幽啦，而且空气会偏起来，我觉得芬多精不是绿油精，是芬多精。因为我们拍摄的时间比较紧的关系，所以万方医院逛完晚上逛不上。今天我们戏里面的小木屋，也是我们戏外今天晚上要住的小木屋。我们很兴奋哎，对啊，肯定很舒服。只是不是所有人睡同一间。我在想说，很兴奋是可以跟他们睡，对啊，因为等很久哎，可以，我解释一下，有人陪你睡，对，阿弟陪你睡，还有他，还有三个要一起，我今天讲好三个，所以真的，你说什么？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奇怪组合？给你两个，那我照片，两回，两个，回个两个，照片，两回，给你啊，不要少，为什么要？立刻睡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三个人弄一个睡袋？今天锁住了，没忘记拿那个，漏来，没有密码锁。那会不会喷出来？会不会喷墨？是偷来的。喷墨，偷来的。玩那种很高级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个走出去会冰冰。不好，可以。来，那张再来。就你们都有在。太好笑了，我都没有。是，这不要那么坏。好笑你们。我要。你刚说一下中立，你们睡你们的，你管他们。哦。教官说话。教官。没有。来一个。没有啦，就现在是一个灯而已啦。这个就是室内的光啦，但是你小六，他在睡觉，不用太亮。对啊。那帮我调调这样子嘞。好，不用。太阳太阳